两脚分开哈，这样不要很宽。大概50公分，大概五十公分。你的脚都错。还没到那个口边，再开一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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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好，就是大概这个角度哈。好，来，两脚分开平行。哎，对，平行哈。哎，再尽量平行。接开，尽量平行。好，这个时候就是保持平衡的动作了哈。好，来，双手相交，来慢慢下蹲。保持平衡哦，嘿，慢慢下蹲，慢慢下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对，很好，很好，再来，再来，蹲下来，蹲下来，嘿，这里会拉胯，嘿，来，好，来，双手合十，双手，这里顶住，对，嘿，顶住，来，挺腰，挺腰，对，头顶悬，头顶悬，这个最好是顶在这里。所以你接着顶住，在你顶住，在你挺腰，你一定要挺腰，你没有挺腰的话没办法。嘿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吸，吐，要吸气哦，吸，吐，来口令，好，来慢，来双手放下，慢慢直升，还没，这很重要，慢慢直升，慢慢来，好，慢慢上来。哎，所以慢慢上来行，简单的大腿肌耐力，那你的大腿肌耐力。这个你说的吸也是从下面吸上来。下面吸上来没错，可是我刚才要讲这个吸的动作，吸，你要听深吸的时候，一定是肺部力量要深吸，一定是安呢，嘿，吐。不是不是，那是平缓呼吸的时候，我平缓呼吸才是用丹田力量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脚会抖了，你刚练的话会，一定是练到，所以我才说你的肌耐力一定要有，你在做下盘的功夫，你看靠啦。我练六达，现在你练要讲练的时候你都不够啦，你都可能用身体你个对量不对，有时候你这些说话再些七达就落去都烂了，这是你的下盘要有力量。对，就是要挺，这个一定要挺，你安尼弄唔对，就是安尼，爱挺来骨的，爱挺来骨的，爱挺来骨的。刚刚要上来，怎么上不来？哎，你的就是你大腿力量不够。上不来啦！啊，这样或嘿，又挺着吗？挺着，肩没掉，挺起来，肩没掉，所以尽量是先挺着，挺着，伊迄个角度无感觉，你挺着，角度肩起来，嘿。肩没了。这个就是要练，这是要练。就是腰酸的话，他就。无，因为伊安就是，甲只点伊筋无啊够，甲只来，伊讲安尼有法度挺。这个筋甲这个拉阁无同款，嘿嘿，这个筋甲这个筋无同，对，嘿。真好。小腿靠近大腿。啊，不然他这样子。没有，一定要这样子，你撸水撸好不用吗？一定要说要跨，这两点筋卡就会掉，嘿。哎，足宽。没有，就大概50公分，嘿，大概50公分，像他这样就很标准的。对啊，你看他现在可以下去了，有没有？你在深吸深呼的当中，这种脚筋也够那个快，够久。那可以靠背吗？不行不行，我们练脊椎，你要记得，任何练脊椎当中都是不要靠背的，打坐没有人在靠背的。不对，保练不对，你的脚没有开，要吧？好，来，慢慢起来，对，保持平衡段，哎，刚刚够起来，慢慢扭起来。对对，慢慢，越慢越好，越慢越好，慢就是要练你的肌耐力。哦，哎，这是练你们下盘的部分，下盘的部分。哦，你就要不要急救一下？